自媒体。自媒体。有名字吗？有。左拉，对。好，感谢你。拿到媒体证，然后我就可以上那个主席台去架摄影机。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什么东台湾记者协会，他们有统一的服装，然后他们用手机直播。虽然他有一台大的摄影机，但实际上是在用手机直播。我看怎么样上去。我要上去。台湾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一直叫，我会帮大家一个 Q 这样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OK。那今天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，谢谢。台湾加油！你起来，看大哥。工厂的本老师啊，这是我的摄影器材，我现在在赖清德的造势活动现场。因为我妈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有点乱，很多细菌。美琴，我们都好想你哦，花莲永远的女儿，美琴是咱的宝贝。吴立华一票，陈怡一票，政党票，民主进步党一票，好不好？好。民进党的造势活动就没有服装统一，自由自在，然后还有人在玩狗。但是国民党的造势活动，我有一次偶然路过，就看到大家整整齐齐的坐在这里，他们有统一的服装，甚至统一的帽子，然后老老实实的坐在这条大马路上，然后这边有很多配套的服装纪念品可以贩售，我也有走到他们的摄影台上面，摄影台上面也可以拍，不过有个警察一直待在我旁边，他告诉我这是总统即维安，会有前总统马英九过来，所以也算是需要登记的。不过他耐心的等我拍摄完，他以为我是游客，他问我这是不是很疯狂，我不置可否。我觉得确实国民党的动员能力很强，确实蛮疯狂的。这些人不知道国民党用什么方式从花莲组织这么多人过来，老老实实的听，听完就走。而民进党的造势活动就
就自由奔放许多，大家来坐来听，然后自发的挥舞着旗子。而这边就是傅昆萁在大声指责民进党怎么不配合他们建设花莲，眼泪不要流，所以看到这么整整齐齐的作者，就感觉到这次威权时代留下来的选举气氛，而民进党就显然代表着另外一种自由奔放的气氛。花都快，十五万二，环岛高速六五路网，还是我们的华东快速道路，民进党不做，我们把它下架，我们国民党自己来做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心手同心，我们感谢马总统在2008年5月20号执政，就把我们现在已经好了。各位乡亲师长，大家晚上好。各位他打雄起，像他这么努力的立委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傅昆萁与民众互动的场景。再对比一下赖清德出场的时候与民众互动的场景，明显就是一个得民心与没有民心的差异。愿意和民众站在一起，民众主动去跟他握手，那种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